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已知哈、哦、平面坐标系的四点哈、哦，这一点是一负三，三一啊跟一三啊跟负一二啊，好、哦，那他说哈、哦、做这个 A B B C C D R D A， 那这个四边写的面积等于多少呢？好、哦，那这四边写面积怎么做哈、哦？我就呢给他扩张了啊、哦。我们就是这个长方形啊，长方形的面积啊，啊扣掉什么呢？扣掉这四个三角形的面积啊，哦这面积啊 A 啊这等于多少呢？长方形的面积就这个多少？这个就是三，啊减掉负三六了，乘以多少哈、啊？乘以呢这个，这个的话呢就是三啊减掉负一。哦，这个是长方形的面积，啊，扣掉多少呢？扣掉这个面积，这个面积的话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个是三减二了，哦，这一，哦，这一，啊，乘以多少？乘一个底，底的话是多少 ？x 坐标一减掉负一二了，啊，除以二，哦，啊，再减掉到减掉这个面积，这个面积多少呢？是这个底。底的话是多少呢？三，哦，这三减掉一啊，三减一是二嘛，乘以多少？乘以这个高，高的话 y 坐标是三，减掉多少呢？三减一，三减一也是二啊，啊除以二，啊再减掉多少呢？减掉呢，这个面积好了，这个面积多少呢 ？y 坐标是一，啊减掉负三就四嘛，啊乘以多少 ？x 坐标哈、哦。三减掉一二，啊除以二啊，啊再减掉这个面积，这个面积的话底是多少呢？底是一，啊减掉负三，不对哦，是一啊哈，啊减掉到这个 x 坐标是负一啊，一减掉负一嘛，一减掉负一是二，啊乘一个高，高的话是二嘛哈，啊减掉负三，二减掉负三，二减掉负三是五了。啊除以二，所以这面积等于多少呢？二十四哈，啊减掉多少呢？一加二约掉二，啊加二约掉四，加约掉五，所以这是二十四哈，啊减多少呢？这是六嘛，这是六，六二十二。所以这面积呢是等于十二，所以这个面积等于十二平方单位了。